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从以太文事件事发当天开始，就有很多当时在现场的网友们发文说，当天有戴着兔子法裤的男生以及五六个男生在人群后大喊退退，故意退了群众，导致发生了当天的惨剧。而警方在11月1号对多数人指控的兔子法裤男生 A 某以参考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并表示会分析目击者的程序 CCTV 影片后决定是否将 A 某转换成嫌疑人身份。然后在第二天，这位兔子法裤男在 IG 现身动态发文表示，昨天我去警局接受调查了， CCTV 中我跟朋友离开现场的时间是9:50，也确认了我的交通卡，我交出了所有证据，请停止柯南游戏吧。他表示警方最初接到举报电话的时间是晚上10:15，而自己在9:55上了地铁，10:17在其他站下车了。目前警方也在调查另一位被质疑推了群众的戴着兔子法裤的女性。不过看到的不是一两个人，是多数，这不就是在说大家因为太恐怖，所以都有了看到兔子法裤的错觉吗？所以目击者的陈述都是假的，多数不正常，而是被指控的那一个人正常吗？真的无法理解，本来就会产生确认偏误。如果有一个人说了兔子法裤，那当天在那边看到兔子法裤的人就会觉得，我也看到他了，谣言就会变大啊，是他，就这样产生确认偏误。不过很好奇的是，抓到又怎么样？他一个人或者是五个男生能把那群人都推倒吗？犯罪能成立吗？你们觉得要判他们多少呢？这不就是在带风向吗？重点是如果跟之前一样，警方有控制的话，就能预防事故了。不管怎么样，希望能抓到说那句推的兔子法裤的一伙人。所以对于部分网友们指控整个事件最初是由带着兔子法裤的男生引起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下一个消息是 YouTube 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功能，账号代码。 YouTube 官方的介绍是，账号代码是独一无二的简短 ID， 与频道名称不同，开车为 at 符号，你的账号代码也会自动成为频道的新 YouTube 网址，每个频道只能有一个账号代码，日后账号代码会出现在更多不同的地方，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以外的地方透过账号代码宣传频道。对，就像是现在只要打 YouTube at thank you 就能直接进入 thank you 频道了。然后今天因为一个 YouTube 频道抢先注册了 BTS official 账号而引起了粉丝们的愤怒。对，现在如果粉丝们为了找防弹搜这个账号点进去的话，就会直接转到这个 YouTube 频道的。目前韩国粉丝们都在纷纷举报这个频道，良心去哪里了？不是这种的，不该是 YouTube 要先让认证的频道注册吗？怎么能就这样按顺序注册呢？没有自尊心吗？都不想用自己频道的名字做吗？真搞不懂在做什么，怎么这么多人都想利用庞滩呢？对于这个 YouTube 频道抢先注册 BTS Official，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